那个，刚好赶上那商场促销打折，没花多少钱。再说了，这沙发是我自己拉回来的，运费都省了。苗苗她外公住院不需要钱吗？补习班的钱我都得想一想。你觉得咱有那么多闲钱去搞浪漫吗？你总说我庸俗，我是庸俗，但我不庸俗的想着钱，咱是不是得喝西北风？而且咱们俩之间这点事儿是花点钱，是花点钱买个沙发就能解决的吗？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爸给你买这个沙发也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而已啊。我们可能买这个沙发是有错，可是爸爸他有什么错呢？他是想哄你开心啊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要往钱上面扯呢？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我们做的这些都只是想让你留下，我们不想让你离开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们呢？陆苗，冷静点，方姨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别赖我，你都已经决定要离开了，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管。小江，帮我办。来，小江，坐下歇会儿。腿没事吧？没事。罗叔，你也坐。哎。小江啊，准备出国了。嗯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之前没有听你提过啊。之前没那么确定。嗯。小江啊，如果出国，是有更好的发展。为了和妈妈待在一起，那叔叔是支持的。但如果你是因为觉得自己是负担才出国的，那叔叔不同意。虽然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，但这么多年都过了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，我不觉得是负担。陆叔，其实对我来说，出国各方面都是挺好的。